不要跟我道歉，我是开玩笑的。你也太可爱了吧。下来一点，这样怪怪的，歪歪的，这样。谢谢伟送的，要天天开心。晚安阿和，我要来吃全家的便，全家的这个叫什么微波便当。谢谢超哥的红玫瑰，谢谢吉米粥的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怎么这么醉？这是那个机场 set。晚安。开直播。结果我刚刚苦苦的打电话，然后我室友在睡大觉，我还以为他出去了，好哭。为什么感觉眼睛特别好看？我换了一个眼线的画法，我觉得这样不错，我也喜欢。室友好爽，我前几天也很爽。终于去日本了。我身边根本就没有多少人，就是要21岁了，还没有去过，还没有出国吧。只是很惊讶。但是我没有去，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会去的地方，因为我是跟叔叔阿姨年纪的人去，都在百货公司或者是那种风景很好的地方。谢谢迷路的告白气球。很去涩谷、新干这些地方，对啊，都没有去。跟着吃吃喝喝不错，但是他们都不是在逛街，他们都是说，比如说他今天阿姨想要买一个马靴，然后他就刚好去百货公司，他也不会逛哦，他就是看到一间店有，他就直接买了，然后买到他就走了。他没有在逛了。你这没有去。我这几天吃超级多的，他们都是一日三餐的类型。他们哪叫理性购物，他们根本就没有，他们就是看到一双就直接买，他们根本就不逛第二间，通常第一间看到觉得不错就买。几只猫，不知道，他们好嗨哦。乌诺来了，乌诺工作如何？要买有退税吗？有，
可是其实我不太会分那个 tax free 跟另一个叫什么。DUTY 吗？这两个差在哪里？还是其实是一样的？早安羊熊，就是免税。不同公司，很迅速，给他弄我的信。三花猫猫感染了病毒，它现在在隔离中。我那东西哪里快说说？我住在那个王子饭店花园塔什么的，但我自己去自己回来的。在日本跟他们会合，我原本觉得说，我这么久没搭飞机，我应该，而且我这样上一次搭是小时候，也不算小时候吧，就是也很久以前，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小，我想说，好的，工作加油。我想说可能会有点困难，就还好，语言都有通的话就不会迷路。很神奇的旅游，就感觉是先去探路的感觉，之后再可能再找朋友去，或我吗？蛮好吃的，但我打算再去一次，去那边会上瘾。那边是一个很，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。哎，他们真的太贴心了。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居然可以被他们感动。他那个故事是，就是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我没有带卸妆的去，因为我的卸妆都是大罐的，然后我没有要托运，我是用登机箱直接去，所以我就只有带小罐，所以我就没有带那个卸妆的，然后我就去饭店的那个，那叫拉比吗？中文要怎么讲？柜台，讲柜台好了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厅，对，然后
好了。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卸妆的，然后我不会，我不知道卸妆那个英文怎么讲，他去查，他说什么那个 makeup remover， 反正能懂就好。然后就他们一般平时准备的是那种普通的，普通的话就是一个洗面乳跟一个给你保湿的东西，就这样已经很好了。但是我去问有没有，结果他就是他有一个是我把它带回来了，他有多的我把它带回来，我去找给你们看。我有穿安全裤。等一下，我找给你们看。哦哟，他可能在行李箱里。好啦，我随便示范一下，我随便示范一下。反正他就是他有准备一个差不多这个大小的卡片，然后里面是有就是，反正就是 for， 他上面写 for ladies， 反正就是有给女生用的啦。反正就是有这个东西，然后。到此为止，我已经觉得就是超级好了，就是都饭店都会有备这些，然后它的这样就比较齐全，就是它有卸妆的，然后也有那个其他的部分。然后因为我们是在同一间连，就是住三天这样，然后结果第二天他自己就补上了。我前一天去要的卸妆用品，我真的差点感动落泪，你知道吗？就没那么夸张啦。然后他不知道我住在哪里，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垃圾桶里面的垃圾，他还去注意里面的垃圾，我猜啦。好像蛮容易感动的，啊不是，我又没付钱，付钱是叔叔阿姨，我又没付钱，没付钱人感动一下是正常，对吧？这叫，哦。摩特纳西，我是不是很会念？都念对了，耶！呵呵，哎，好吃哦！是什么意思？我去日本进步的是英文。我觉得如果我去。我觉得如果我去比如说纽约，我可能就不太敢说英文，但是因为就是去日本，就是大家的英文都不一定是非常好的，至少不是母语者，这样就比较敢讲。
因为大家都是抱着那个听得懂就好的态度，不像你看外其他人跟就是非母语跟我们讲中文讲普通话，我们就是也会就是虽然没有故意，可是都会去听到他的那个什么文法错误之类的，就会。但相反，我就会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哦，对耶，日本人说的英文，我不是听得很懂，但我相信可能纽约人听我讲英文，可能也是听不太懂，不一定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。刚好有阿花田可以喝，他们都用片假名的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就懂。我妈把自己关到厕所里面，要一直，不是，就是他哥的猫把自己关到厕所里面，然后又一直抓门想出来。是吐司吗？我分不太出来，不然不是吐司就豆皮。我不想去救他，自己把自己关进去。好啦，我就把他放出来。救猫，我好善良哦！我救出来了，还是可以一直叫。里面有友善时光，没有今天的友善时光，不是我的菜，所以选了一个是什么烟熏笔管面，救完了。猫咪救完，他们还要叫，那就只是他们自己在闲，他们太闲。你是我室友的话，你要天天帮我煮饭。我比较喜欢吃面，是哦，你朋友 cue 你唱，我觉得一方面是面比较好煮，我觉得面比较方便，
而且面就是那种啊，跟火锅一样的道理，全部放下去水煮就好了，超棒，简单，省时方便。猫到处乱飞，飞来飞去。我去日本的时候，因为一直都知道他们是习惯是靠左边，所以我没有很难，一开始没有很不习惯。就是因为在不熟的地方，就是会比较注意自己的行为。但是我回来之后呢，就是回到熟悉的地方，就是太习惯了，然后就一直在站在左边。开车跟电扶梯都是。而且他们地板都会贴那个箭头，不太会搞错。但他们电扶梯好像是宣导，就是都可以站。大阪人电扶梯要站右边。我听说大阪是。跟其他城市比较不一样，比较特别，习惯也不太一样，好像，但我没有去过，有机会去体验一下。那个鳗鱼饭最后有吃完吗？最后只剩了白饭，剩了一点，不知道他们。会不会不开心？可是我真的吃不下，但我把鳗鱼好好吃了。没花到什么，根本没花到什么。我就买了一些饼干。对啊，那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到处送送，因为我自己也不太爱吃。那些猫都好奇怪，对啊，白色恋人好多哦，堆满一个墙耶，好像很热门的样子。对啊，不用花钱。有吃有住，虽然最后就是大部分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。对啊，猫好吵。我说你要放出来吗？它会开门。嗯。我要去带新的猫咪。要去哪里带？它去上楼下。好。我行李在里面吗？你的。嗯。那放外面，还没拿进来。
谢谢。这只猪有一直走路吗？有哎、欸，那个叫什么？手机里的那个 app 显示我一天走了10公里，每天都走10公里。可以拿到驾照，换你去接他，然后 cue 他唱歌，不错哦。我也有驾照，去日本就一直走、欸，不会累、欸，好快乐。但反而第一天虽然比较阴，然后温度是0度到9度好的样子，但是反而那一天比较不觉得冷，不知道是因为风比较小，还是因为不习惯比较新鲜。反而是第二天、第三天差不多1度到11度，1度到11度觉得超级冷。为什么我去日本不用花钱？你要不要直接订阅我的豆粉？三冷其实台湾入门台湾，但第二天、第三天是真的蛮冷的。应该说，他冷的初次见面幻影战士，每一次进来都是新的一次。一边有听2003之前的歌吗？多少有听吧。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？要订豆粉，可是你没看到。我每天都在说我今天要干嘛干嘛，你居然没看到，太可惜了。你新粉丝啊，每一次进来都是新的一次。对啊，冷到好痛哦，我还流鼻血，但也没有什么流很多鼻血。不然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嘴唇破很多，现在好。我去的第一天真的超级干，对，而且暖气好多、哦，到处都很干，加湿器。虽然我没有开加湿器，不过蛮喜欢的。你平时用哪个品牌乳液与护唇膏？我忘记是哪个牌子。乳液，妮维雅吗？忘记了。吹完放暖就觉得好闷，不习惯。饭店有加湿器吗？那边冬天不信邪的不擦护唇膏，就嘴唇直接裂开，对吧？真的好干哦。我的护唇膏在日本的3天用的比这里大概半年还要多哎，可能是因为在这里没有特别干，就是没有注意要一直擦。虽然我平常嘴巴就蛮干的。是哦，加湿器长什么样子啊？如果说饭店的话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到，可能我没有去注意。谢谢金佑送的药，天天开心。应该整条要吃完了吧？你说护唇膏吗？一瓶自驾油。没有，第一次去一定要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啦，地铁吗？还是叫电车？还是叫，反正就是那个啦，对，就是那个。看到插头地方会有一台机能装水，就是。
玉萍的驾照是汽车，我没有机车，我觉得机车好重，可能是我没有抓到诀窍，长得像厨师机，我没有特别注意，好像没有看到。电车，你要体验一下电车。我现在还有一张西瓜卡，为什么叫西瓜？刮刮卡，这个体验上班时间人挤人。嗯，对啊，体验啊，今天明明就是去机场，因为最后一天我。原本就是叔阿姨他们昨天就回去，啊，我是因为我最后一天才订机票，我只订得到去的机票，回来的机票要比他们晚一天，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回来。原本就是正常来说都是从那个饭店直接搭计程车到机场，就是也不算很远，3公里，好像28天的期限吧。但是我就想说，你看刚好是7点多，然后我要搭的又不是那个，应该说，我如果是去最近的，去大门那边搭的话，就会体验到那个人非常挤的感觉。可是我不太想要体验这么挤，而且我还拿个行李箱，我觉得这样子会干扰到他们，我觉得不太好，所以我就。计程车我还是想要搭搭看地铁早上的，所以我就搭到那个，叫到全什么市，全差市，我都不会念那个日文，全月，对对对对，对。我就想说，那不然就去那边看看，体验一下没有这么多人的上班人潮，但还是很多人呢、欸。他们上班是要搭飞机吗？他们因为我是第3行下，然后第三到就最后一站是第2行下嘛，然后他们。我第三趟下的时候，里面还很多人。我在想说他们是要搭飞机通勤，还是说机场那边有什么商业区？反正我觉得蛮神奇的。出差真的好多人哦，还是因为日本人本来就很多。因为塞卡谐音加西瓜，不知道是哪里人、欸，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很像日本人，环状线的关系吗？我还不太懂，因为我这次去的地方地铁都很简单，我也只去了哪里啊？六什么东西？那个名字都不记得，什么六本木？对对对对，你这聪明哎！去了六本木，去了六福村，谢谢。去了那个市场，那个市场叫什么？我也忘记了。名字就记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去了那个东京车站，去了新宿，但不是新宿站，是新，谢谢请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送了告白气球，去了那个新宿的前站，那个
御苑那里的站没有去耶，就是他们都不喜欢那些年轻人行程，但我真的很想去，我超想去的，但没有机会这一次。对他们来说，就是去日本是家常便饭，他们 一年都会去个四五次吧。对啊，新宿是年轻人行程，我没有去到新宿，只有去新宿御苑。那里真的很漂亮，已经就是虽然我没有跟到樱花季啦，但是就看那个还没有盛开的樱花，就已经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了。我觉得目前是足够。御苑，一品今年 AKB48 Team TP 会有握手会，请问握手会有你吗？有的。有看到几只乌鸦，数不清耶，乌鸦真的超级无敌爆炸多。你知道我就是第一天，我第一个踏出去的地方是大门，很好笑，人家都有这个日文念法，我一直念中文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听得懂应该就好了。我第一个踏出去的是那里，然后就听到一大堆乌鸦的声音。和那边第一个踏出去的地方也是大门，好像对啊，超巧的啦。然后就一堆乌鸦的声音，超级爆炸多，很可怕。我以为有人在学，但我知道不可能有人在学，因为那里是日本，应该是不太会有人在学乌鸦叫。但是还是觉得很神奇，我没有在这里看过乌鸦，我只有在日本看过乌鸦。一平还记得你吗？记得，我还记得你。然后乌鸦吵起来，我们这边有乌鸦吗？应该也是有的吧，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。我是不是有偷学乌鸦？对啊，我有偷学一下。那你是谁？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新的猫猫，知道啊，你是一品部，我是一窝座。一天有点幽默，你是不是傻眼了？一窝座，哎呦，猫猫，我等一下再帮他。我们家现在有第九只猫了，而且第九只猫它是个怀孕的母猫，代表我们家大概在一个多礼拜就会破。它就会破十。哦，第八只猫是第八只吗？还是第九只？完蛋了，今天不用睡了。还是喵喵。好多，外面好热闹。一品呢？你都还没见过一品啊？那你现在，那我帮你叫他，还是你要来看公演，还是你要来生日会？四舍五入我家有九命怪吗？你也太牵强了吧！我应该开猫咪咖啡厅。我开一品咖啡厅可能生意比较好。
我怎么好意思这样讲？这是什么绿绿的东西？玉萍，我们可以约在一个地方吗？约在你的梦。你想见我？那你现在唱《想见你》。你第一次看到音频是去年九月份的那办 KB 办活动，而往事。你只要记得有来过就好，那个内容你先不要回想。依萍，我爱你，你爱我吗？你现在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你说，你现在说依萍，我爱你。我毕业后可以开一瓶咖啡，你是说我大学毕业还是TP毕业？一瓶我爱你，我也爱我，我也爱我。我们要平等的爱，去爱每一个人。你也是，你也是我的其中之一。奇怪，我的 LINE 有一个人，他私讯我说：“请问你是许传承吗？”他中午都私讯我，然后我就点进去，我也没回他。我觉得他就是找错人了吧？他应该就会发现他找错人了吧？但结果他刚刚十秒前，他把原本的讯息收回，我才以为他找到人了。下一秒要直接回许传承问号，啊，我就不是许传承啊，许传承到底是谁啊？许传承，你的朋友在找你。一萍，我跟你说，你本来要去 AKB， 那你去了吗？谁来帮我找找许传承啊？还是我回他，他说许传承问号，我回不允许。他一定觉得我比他还怪。许孝顺，打起来了，要打起来了！啊，气好长，对啊，气好长。AKB 不是要去日本参加吗？你看我像在日本吗？没有，要看你要参加的是什么的 audition。如果你想 audition 的是 Team TP 的话，那你就要。在台北，如果你要去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如果你想要成为
AKB48 的成员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到这个日本去。AKB 需要足够的身高吗？不需要。你不需要足够的身高，那没有这样的规定，也没有体重的规定，也没有其他规定，只要你是女生，你就可以参加。若何也可以，你可以参加甄选，但是，哦对，还有年纪。年纪的话，那你就要去看每一次的。如果你要报名的话，他都会有那个资讯，对吧？公演服要穿得下。那你可以参加，因为你本来想说我跟子萱都很高，所以你以为要。哦，你12岁了吗？还有多久12岁？还是你已经12岁了？我觉得只要是前辈他做的选择，那都是好的。觉得好不好，那个是取决于在那边的人，而不是不在那边的人。对，武崎这边甄选刚过。我跟子萱日本有碰到吗？他去日本。147 OK 啊，147 OK 啊，不行，你受不了，先出去透透气，好人待着啊，待着听啊。啊，对啊，子萱去仙台，想起来了，然后看到他那边有雪。未来少女什么时候还是在征选？你想要参加？这么说好了，未来少女呢，它是一档节目。在这个节目中，这个节目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很有可能之后会有其他的。如果你想要参加这样的节目的话，那你可以等之后可能会有，其他的这个女团选秀的。报名方式，他会通常他会在，哇，打起来了，就是通常呢，如果他要找人的话，他就会有资料，你就可以去看，没有真打，只是哈来哈去而已。真打的话，我就会介入了。好好喝哦。好好吃哦。那你成功入选了，我会跟蓝蒂安教你们舞步吗？我猜可能简志廷吧。因为那个简志廷他有不少这个教学经验，我觉得他可以胜任，我觉得他没有问题。
你很喜欢你家志廷啊？志廷有同意吗？当你家志廷，主播吃啥？主播吃，这个是什么？焗烤熏火腿鼻管面。谢谢周颖送的星星许愿瓶。未来少女向韩团 ，AKB48 Team TP， 日团比较喜欢 ，AKB TP 是合照会握手。哦，我大概懂你的意思。志廷一定会同意，因为你很爱他。一品喝过蜂蜜红茶吗？全家有。有一次蜂蜜绿茶它没了，我就买了红茶。然后比较顺，我觉得比绿茶顺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喝绿茶。谢谢汪汪送的金麦克风，汪汪队立大功。好，打针你再去买。韩团不会每年办合照握手会 ，AKB48 TV 每年出单曲有合照会握手会，韩团也有吧？可是你都没有提到，可是韩团的话有吗？有那种吧？有机长合照的话好像也会，还是没有，反正都是机长比较多。谢谢 Gabi 送的忍不住想你莫小白，因为这颜色得换上。对啊，我今天太早起来了，我在日本时间的6点就起来了。日本，所以大概5点就起来了。5点到现在是5个小时，17个小时，这么早起去哪里？准备起来要去机场喽。还有，我的朋友遇到了这个感情上的问题啊，那怎么会问我呢？我请他来这个底下，你们来帮他，你们来帮他，没有词汇了，你来帮他调解一下。哦，大家只是想怎么？他说可以找你诉苦吗？你有空的话，我要找你诉苦。对啊，我是真的我好累哦，但是。我们再怎么累，我们就是播完这2个小时，刚好我如果现在我再不讲，赶快回想我这3天去做了什么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忘记。所以我今天，但其实我还是蛮想要听他讲的，因为他讲的那个，他说是就是。他把它称之为就是很不好的词汇，他说他是这个什么色乐什么，所以我就是有一点好奇，稍微有一点点好奇啊，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如此生气？而且他们还不是一对的，
我好想知道，可是他没有要再讯息跟我讲的意思。怎么办？人家遇到那个不开心的事情，然后我在这边好好奇哦。一品云静会叫你帮他写功课吗？没有，他很认真，他自己功课都自己写。对啊，要不要换他开台啊？他自己也是有准备要想要签。谢谢俊生送的向日葵花海，他自己也是有想要签直播，还是我们这样子让他来开台？算了，这种事情，他们之间太多共同朋友了。那一传十，十传百啊！一萍，你觉得云静可爱吗？跟你一样可爱。那可能下一个百万主播。对啊，有道理。不要吓到，它是一个正常的衣服。你有没有觉得不正常？没有就好。好想听哦，为什么不能一边打赖讯息，然后就可以跟你们讲一讲，然后再偷看一下，然后跟我们讲一讲。谢谢依萍，你嘴好甜哦。谢谢提醒，差点吓死。幸运里好难看到大奖，我之前就抽啊，抽到我一个浪花都不剩。拿室友的手机来直播啊，又拿他手机直播，然后就是一边那个实时的转播我们的对话这样，然后讲他说你绝对不能跟别人讲，然后说好好好，我不会跟别人讲，然后那实时正在转播这样，哇，超坏的啦。旁边妹妹说对啊，好可爱、啊，实况转播，我刚刚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而且那个男生就是也是，我跟那个男生不熟，可是我知道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班的同学。但是说到这些同学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念出全班每一个人的名字。谢谢娃哈哈送的一颗星，谢谢娃哈哈送的两颗星，谢谢娃哈哈送的三颗星，谢谢娃哈哈送的好多颗星。大学要认得每个人太难了，对啊，但是除了我以外，大家都就是都认识彼此了，只有我还叫不出来。一品为什么不要在 IG 直播，要在这里直播？这是一品公司的规定。大学每年都有不认识的人，很正常。你四级生也认不得，最好啦，很好认吧。一品意大利面，一品意外的是边缘人，其实还行啦，除了你认不出来的，其他你都认得出来。一品可以比爱心吗？爱心，我人很好吧？你是不是要说你没有截到？你大学不止同班，还认识上下各两届的人，那是我们身为那个同个 MBTI 的人，但是你却比我这个那个社交频繁的多。毕业，我人很好吧？对啊，我真的是大好人。一萍可以比赞吗？我大拇指很短，请不要一直叫我比赞。我大拇指感觉有点短，看我食指好像也没多长，但是我大拇指好短。可以说求求我爱你吗？我讲了。
好啊，都这样啊，之前一直拒绝你啊，那个嘟嘴是无法的，才不要嘟嘴。大拇指很直，听说大拇指直的是那个显性，弯的是隐性。那个大 A 小 A 跟大 A 大 A 小 A 小 A。我好聪明哦！哇，谢谢杨公公，公公，这样叠字都会想要念“公”。送了一个金色银，你的大拇指是弯的，我这样的话算弯吗？如果我这样子硬筋。我可以把它硬筋成弯的。哦，好像弯的会更弯，是不是？我这样算直的。我之前我的手可以看起来很软，你看，哎，我有点忘记怎么用了，有吗？我可以外星人手，外星人手是什么？弯的会90度，哇，好可怕哦。我没有办法，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我的拇指也太短了，能弯到90度的人感觉那个拇指都很长。我可以看弯的，听说弯自己做了自己的那个表情包 ，wonderful， 中指和无名指分开这样。但我不能小拇指，我小拇指就是跟无名指就是连在一起的，我才不要做自己的表情包嘞，那有人自己做的，只有弯弯会自己做那种，他真的是很好笑哎，他大概有5个表情包，不止吧，不止。他能直播10个小时，真的是很厉害。主播平常脸就够了，我都欺负他，我那样欺负他，他10个小时都在打游戏哦，虽然是目前最久记录吧，他都播10个小时了，他应该。好了，他播让他打游戏，但也是蛮快乐的。一品，我等等会发限动，你的限打错了，会标注你的注打错了，可以帮我把你的限动，你的限动的限打错了，放在我的限动上吗？你这限动限打错了，我不能转发，很抱歉。我跟子萱都不能转发，我们有另外的规定。すみません。学会日文了，哈哈，哈哈，去3天就学了一个すみません，因为他们听不懂就，哎，すみません，然后就，啊 ，sorry， 然后我也是，我又听不懂，我也是 sorry。讲最多就是 sorry， 然后今天我在那个免税商店，我买了一个，就是反正它是有液体的东西吧，然后他就问我，你有要转机吗？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转机的英文，我在这之前我没有。肯定有学过吧，可是我不记得有这个音，我就听不懂。然后在那边，我就一直在那边道歉。10小时之后隔一次还播6小，太厉害啊！日本好玩吗？很不错的体验。
球球的要求都写在公司规则里面。对啊，很厉害啊。一平有去过，我就去过日本、韩国，去过一下下，当天就回来了，只是去面试就回来了。然后没了。第一次去九州就给你下雪。那个 Tokyo 那个东京是不是不太常下雪、啊、好像我这几天去就已经是算天气冷了。还是他们冬天会更冷，还是其实就差不多。肢体可以追踪粉丝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去的那三天都差不多是0度到6度之间。正中午的时候会到差不多9度，然后我看他们已经穿的很多了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是不是他们其实那三天的温度对他们来说是算比较低的？那你不会下？哦，所以我刚好我去的这几天就几乎是很冷的天气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自己查好。我去日本一直卫生纸都不能离开，一下冷一下热，我又不太习惯。谢谢自律送了，哦，自伟，对不起，谢谢自伟送了监听耳麦。日本的男生女生都很精致耶，就是大部分都打扮得很精致，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，都是男生的话是有型，那女生的话是都很精致。都会打扮，见识到了，蛮厉害的，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怎么说啊，反正给人感觉很好、啊、还是有素颜，但上班区几乎都，可能我都是在那个人比较多的区域。日本女生太低了，下楼倒垃圾也要化妆，这是真的吗？打扮是有礼貌，对吧、啊？啊，那这几天我有被搭讪吗？没有，没有被搭讪。对啊，好像都没有，没有什么人跟我说话。对啊，我好累哦，反应力下滑，我已经在有点那个微放空。
我还想要说我去了哪里，可是我忘记了。我去了，我还去了什么地方？我刚刚在讲几个那个站嘛，好像就那些，好像就差不多五个站。那天感觉很开心，但感觉很累，对，蛮累的。我需要蛮牛。我想一下，我还干了啥？啊，那个新宿御苑有一颗樱花开了。所以那一颗樱花就围了一大堆人，就都围在那里。然后那个湖啊，是我目前看过我觉得最漂亮的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觉得最漂亮的是那个，好像忘记是在宜兰还是花莲，还是哪里有苗栗吗？我忘记，完全不记得的那个梦幻湖吧。一平今天应该会比平常早睡吧，应该会。那里也很漂亮。我说梦幻湖，在我真的不记得是什么宜兰还是什么苗栗啊花莲。但记得要卸妆再睡觉。我不管怎么样，我睡觉是一定会卸妆的，那是一定要。我不能忍受有妆在我的脸上。睡会抱着猫咪一起睡吗？不会。还有等直播完直接断片。我直播完要练那个乐不休心，还是我现在来练？算了，我现在有点宕机。印象最好吃的是什么？印象最好吃的是……哦，可是因为他们家就是太……你知道，他们来，他们就是去旅游，他们就是为了要享受。他们就是短短三天吃了两次法国菜。一次吃是吃那个 hotel 里面的法国餐厅，另一次是吃那个好像是什么 Hobson 还是什么的，台北也有。好了，虽然去日本吃了法国菜，不过我算是第一次吃法国菜，蛮神奇的。但我也跟着吃，他们真的是。因为那个叔叔他去了，他去各个国家几百次，他说他去纽约就去了200多次，他护照都换好几本了，有个夸张欸，有个夸张的，那太神奇了。他们一家人吃饭不会尴尬吗？稍微有一点点吧，不过因为他们都是博学多闻，所以他们会一直讲一些知识，例如红酒、白酒之类的。然后他们会跟那个侍酒师不断的聊天，很厉害，他们也不夸张，超厉害的。嗨，博威。去各个国家都会吃这种地方，对啊。但侯不希望它是比较道地的法国菜，然后那天在 hotel 吃的，找一下。我把那个菜单带回来了，它就比较感觉这个是有融入一点日本的菜，它比较。好像比较符合亚洲人的胃口吧，我感觉。
但我短期内我真的不能就是我三天吃两次法国菜，我觉得太多了，因为法国菜它一定要配红酒跟白酒嘛，但是我只能吃鱼类，因为牛肉的话，牛肉要跟红酒比较搭嘛，但是红酒我有一点小过敏，所以我不能短时间内一直吃法国菜。每晚会选择可乐，谁吃法国菜喝可乐？你很厉害。有啦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他一定会有一个饮料的选择，你可以，当然会有汽水，然后有那个矿泉水或是气泡水，但是他还是有一个，就是给你搭配料理的酒。比你自己最帅的动作，帅吧？听说可丽饼，我没有吃到可丽饼但我吃到可丽露。对，白酒比较适合配比较清淡的，类似海鲜那种。那红酒的话，它就是跟牛肉这种比较搭。但是我去吃法国菜，我比较能点海鲜，因为我如果吃牛肉的话，我不太能配红酒。我红酒一次，如果说我一吃，像我三天内如果我只吃一次法国菜的话，那对我来说还好。可是我吃两次的话，我会有点过敏。白酒不会过敏，但是不知道是红酒是有什么效，哪一种成分。有一小点点过，好正，这谁？这是谁呀？叔叔，叔叔阿姨他们每都要换酒吗？对啊，他们每次都是看一下他们 four glass 四杯，他们吃一餐会。大概是四杯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还不是很习惯，就是那种葡萄酒的味道。他们已经，因为他们已经比较年纪比较，那叫什么，经历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对酒的品味也是比较，他们就是比较懂一点，他们很享受在里面。但是我暂时还没有什么，反正他们就是一直会说，就是这种东西是，我已经开始那个无法思考了。反正就是需要时间啊，那是需要一直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种类，才可以更好去品味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对对，可以细腻的品味不同的酒，你好棒哦！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要哭了，真感动至极。像刘社辉的餐桌里。那我压力好大，他们是习以为常，我压力超大的。而且你知道那个不能发出声音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筷子那不能啪啪啪啪啪。一萍，你传 IG 讯息给你，跟你，你要打给你，你会回吗？还是一萍，我会看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回。啊，子萱也没有办法回，对，一样的意思。我们不能转发限动，我们也不能回讯息。看试着表演清理餐桌，拿汤匙敲红酒杯啊，锵！金属餐具配齐到怎么办？要不发出声？对啊，我好小心哦，我就很轻，到那快到我就变得超级轻。
然后那个切那个肉也是很小心，我怕那铿铿锵锵，啊，压力真的好大。但是很好吃，甜点是舒服吗？甜点是，我把那什么，那叫他们说虽然说叫 jelly， 可是它比较像是软糖，还是 jelly 其实就是软糖，那果冻是什么？反正就是软糖啊。一品会在讯息按表情符号吗？不会。当时摩擦时间声音真悦耳，那个跟指甲去摩擦黑板一样，有够悦耳。都是 jelly。嗯。然后法国菜好像会怕你吃不饱，他都会给你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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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包，跟奶油，还有橄榄油。总之蛮厉害的，一萍，你记得我吗？你半个小时之前问过了，我记得你。然后你下一句就是那我是谁，对吧？差很多好吗？我刚刚讲什么？差很多好吗？我忘记我说什么。再来就是那你爱我吗？对，一萍记忆好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我的记忆就是居然有30分钟。他没办法每个都按赞，只好通通不要按赞。哎，这个比较帅，一平平的。对啊，你忘记了，你的记忆力比我还要差。我记忆力还有30分钟，你呢？你呢？一平好棒，对，要听一个小时循环播放，还有其他对话。一品差点可以跟安妮联播，好事联播王。一品，我发现你好了解我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几岁？你可以报名六期生。你12岁哦，那你刚好啊，你刚好明年13岁去报名 TP。六期，刚是14岁，我刚刚没有看到，还没有看到。你是怎么一夕之间没有一夕？你是怎么几分钟之内就变回12岁？好厉害！我也想要变回12岁。半小时前是在半小时剩10岁，147公分，又开始编法了吗？一品，你在 AKB 看得到你吗？你去查一下 AKB， 你去看一下那个 Wiki， 那个维基百科，然后你看一下日本最初的团跟姐妹团是什么。然后大概浏览一下，然后想想，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喂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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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 ，Hello 台中昌昌，差一点要变15岁，好好，我也想要像12岁、14岁、15岁。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危机能过。危机，我要自己去用吗？我自己申请这样，真的太不好意思了。回去12岁想要做什么事？我要带着现在的记忆，然后去当一次第一名啊！虽然我回到12岁，我也不见得
能是第一名就是。一平平，那你一报名能够看到我吗？你就没你应该是没有办法的，会先直接被姐姐刷掉。TP 只有5个过，回去12岁开始搞事，应该有那个神灯，就是这样叮叮叮叮叮下来说，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啊，不要这样好了，这样我会许要更多愿望。他说，我可以让你的年龄相反过来。然后你要不要这样？然后呢，如果是现在的话，我就会变成2岁。如果再过1个多月的话，我就可以变回12岁。2岁好像也不错哎，2岁的话，我就可以，那我这样小1、小2、3、4、5，应该都可以拿到第一名，还当一次第一名的感觉。我只有小学1年级拿过第一名。我想要再有100月，然后你太贪心了，被发现天才要跳级了，跳级我真的没办法。我那时候，我小学的时候，就是常我读的我念的学校，很常有人跳级，我都好奇他们现在怎么样，大学毕业了吗？很厉害耶。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。但我觉得跳级压力好大哦，而且真的是他自己想要跳的。很多人跳级，对啊，是被爸妈决定，因为他这样真的压力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。我这样会不会没有办法融入班上的其他同学？你那年也是从幼稚园中班跳级到小1。我不用读幼稚园了，我就可以读小1了，厉害吧？我幼稚园的时候被老师写那个联络簿，叫我妈带我去看医生，说我可能是迟缓儿。我妈气炸锅，你看我像迟缓儿吗？应该我的意思应该是说，怎么办？我刚失言了，可以不要留档吗？救命！
接下来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呢？帽子好好看，谢谢赌蓝。想知道我下一首 cover？ 对，我好久没有唱 cover。日本有拍很多照片吗？其实没有很多哎。虽然叔叔拿了一台相机，但是。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照片，但我请他帮我用我的手机拍。今天在 Instagram 上面发的文就是在那个饭店拍的。那日本版的没有，我在那个府中商圈看到的。我觉得蛮时髦的，我就买了。但它有点太大了，它可能不太能拍照的时候，因为它会把我脸的光整个遮住。它这个太很长，但是平常戴我觉得还不错。这是日本花多少？我只换了2500块，现在还剩下2500块，换了10000多块吧。现在还有剩3000。对，这是我的全部的。其实我应该在街上把它花掉了，可是我时间不太够，时间不太够就算了。对啊，我不能在这里用日币，但是我现在换回去的话，感觉会少很多钱。先留着好了。我没有去过香港，可是我有港币耶，我应该跟你们分享过。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在拍照的时候，有一个香港的摄影师，他说要给我留纪念，结果我差点把它拿去买我喜欢的东西，差点把它换成我喜欢的样子。让钱钱变成我喜欢的样子。100很多，差不多可以换500吧。400，那也很多哎。400，那很多哎。比我印象中多一点。这应该是港币吧。蛮帅的，还有一个20块，所以我这样两个加起来大概有快要500块可以换，这好像还蛮酷的。这边有个生日帽，
我还有一大堆零钱呢。20元等于20文鸡。我把它留着好了。我那边这边还有一堆硬币。我就发现说，就是日本的钱没有那个由大到小，还是因为还是铜的是铜的，然后银色的是什么做的？我现在断线，我连钱的材质都忘记要怎么说了。零钱会收吗？刚刚那个钞票是港币，这个是日币。50元的中间有洞，这个，这是五，那我没有50耶。100、200、300，我还有好多零钱哎。看一下，哦，好像也没多少，还有飞机上的耳机，50跟5都有洞，哟。但我好像没有50哎，想看一下50的样子，看来只能去查了。因为我只有2个硬币有洞，那2个都长一样，都是5块。我看一下，1块放在水上要飘起来，1块。欸，真的，1块好轻哦。这些日币加起来50，算一下，100、200、300，超过了，300、400、400。1、2、3、4、5、50、5、56，刚算多少？456，456可以换，不要换了，留着。我相信我还会再去的。日本的贩卖机都不收15元兑业的，哦，我去过一次，那个温州省，浙江省温州市，去过一次，然后我做什么了？我刚刚要讲什么？我现在快断片，我去。啊，我去一个商店买东西，然后好像没有那个几毛几毛的硬币了，所以那个店员他就给我一些糖果，然后他们就是原来什么？原来我要讲什么？我很努力在组织我的语言。犄角，应该是犄角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思考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鼻音好重，谢谢，好好，好，
人民币是脚，对不起。不过后来都电子支付，我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，好像还没有办法用。加油加油！下次 cover 这首吧。我有一大堆甄选都唱这一首。日本头发太多，换钱要收手续费压，然后10元以下，那去银行换钱是会返回本的。我们没有申请户头等用现金。记得去银行换成换韩币啊，有，换多少啊？这边上次都不好，原来你什么都想要，有谐有不是谐音，有，我没有词汇了。Love 小心。在台湾就是提款、存款、转账都要手续费，多少啊？我们这里不是也要？是过敏吗？也不是欸，我觉得是突然那个叫什么天气气候有一点不一样。我要休息15分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还蛮休息的。OK 的，在日本存放500枚的硬币，手续费要550。是哦，存500要550的手续费啊。很多欸，空气也差很多。日本的路好干净哦，好扯哦，跟摄影棚一样欸，很像什么实景摄影棚，那种超大型实景摄影棚，那个色调、房子的颜色、街道的。那个感觉都套了同一个滤镜，你知道吗？若何也在，若何晚安，若何还在房间。那我还不多拍。人家叔叔阿姨感觉就是你知道不太好意思把手机拿给他们，然后还跟他们说，请你帮我放在下面的两格，然后这样的构图，那样的构图。然后不要拍到那个，不要拍到那个，然后记得开闪光灯之类的，我才不敢嘞！我就自己拍，趁人家不就是人家逛街的时候，我就自己溜出去，然后我就拿那个行李箱，把那个把手提起来，然后把那手机架在上面拍。日本的街道对比跟饱和度都比较低，对，我的意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看起来很舒服，而且有夕阳的时候拍。哇，真的是天然滤镜，太夸张了！没有带自拍棒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自拍棒哦。我虽然有一个脚架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带啊。我应该要带，我那个也放得进行李箱里面，而且也是短短的，就算不托运，应该也可以带。带你们去报还比较快，
我的手机都要充满了，好好笑。我现在买了那个降温神器之后，有个方便。这样才要留再去一次。对啊，我现在比较熟了，就是现在已经有那个入门。那叫声音真的很棒。对啊，而且对啊，390而已，很值得哎，我觉得。姐，你忙完到家了，好棒哦，辛苦了。辛苦了，降温神器是风扇吗？对，今天的姐怎么这么正？正方形的正，姐，那你们都叫我姐啊？这跟我说，哦，你二开头咯的意思，对吧？你没听到我去东京哪里要跟我分享吗？我去了哪里？我去了足利市场、六本木、新宿御苑、奈站，然后去了，忘了，啊，东京车站。六本木太高级，新宿御苑要干嘛？新宿御苑就是你常在网络上看到那一整片的樱花的一种。你年纪比我小很多，你2013年4月26日出生，哇，你比我弟还小。新宿御苑现在有樱花吗？有，但是只有一两颗，是旁边的千鸟之渊吧，没有特别去。对啊，一平这是一餐都吃10000多台币，好夸张，也不是10000多台币一个人啊。一个人差不多6000-7000，那是我一个月的餐费哎，这种花钱不手软的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他们一个人就换10万，他们一个人就换10万的。台币，他们两个就是，然后总共换了应该是20，然后还有一些放我这里，但是我没有花了，他只是要我帮他带，这样子多分散一些，他才可以带比较多钱。对啊，全程现金消费，他们也有刷卡。嗯，剩下10万台币去换吗？对啊，他们真的好夸张啊！但是我完全没有花他们钱，但是我都跟他们吃、跟他们住，我都觉得好快乐。采购家电之类的吗？他们是去买了一些家具啦，他们好像去那边的目的就是要看家具。然后买一些家具，然后请他们运回台北，这样。太夸张了，这是没有见过世界。我觉得啦，他们让我感觉是。就是虽然去旅游，但是这次旅游的契机是因为他们想要去日本看家具。记得说不能带超过100万日币，我忘记是怎么样了。反正就是信封袋，就是装一个人的
那个额度，就是装满，然后一人一袋，就是能换多少他们就换多少。这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这一次换的，他们有可能就是也有前几次的。感觉他们日本应该也有房产，好像在那个北海道吧，我不知道，太夸张了，限制了我的想象。前前先要去日本玩，我顺便跟去而已。有问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妈妈的朋友好像一开始是那个叔叔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，怎么认识。叔叔，你居然比我先睡，你睡着了，我剩八分钟我就可以下班了。看金鱼，什么金鱼？好夸张哦，他们。什么金鱼啊？哪里有金鱼？什么意思？下半球卖来嘟嘴，趁我神志不清。哼，我可是清楚的。我今天没有背景声，有点太肃静。今天是谈话节目啊！今天是谈话节目，我今天一直在分享我的喜悦。黄一平，你的名字要改成黄幻影战士，黄一点幻影战士。我今天眼睛怎么画这么漂亮？这样算很漂亮。其实我要讲什么我直接忘记耶，我刚刚其实我，然后我直接全忘，直接全忘。日本夏天到庙会看金鱼，叔叔阿姨还跟我说，夏天不建议你来，夏天也是非常的闷热，不建议你来，你可以夏天的话你可以去北海道，他们这么跟我说的。我也想去啊，但是问题是我没有那个，我连票都没办法买，他还建议我夏天可以去北海道，嗯。因为是血缘亲戚，好厉害。哦，累了。你现在在北海道经历三十年一次的暴风雪，叔叔阿姨有几个小孩？有两个。但蛮小的，但我没有问具体的年纪，好像是国小哦，差不多二年级左右。小小的，乖乖的。厉害了，我嘴唇怎么破了？日本太干了。我护头还剩了，我活得过三月吗？不好说耶。今天几号了？已经11号了。应该可以活得过三月，不用去松烟树下买点东西，你们真的很好笑，鼻塞了，那气候真的是差很多。但是我记得我去的前一天，台北是很冷的，比较冷的，
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，那个温差没有到很大的感觉。可是我回来的时候，好，就是台北比较，没有这么冷，一下子有点不太习惯。不用买啦，哎呀，去全家寄杯给你们，很好笑哎，你们很多招哎。北特置物柜放到一个告诉你密码。天气风苦，对啊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累啊。法国菜的东京，哇！我都没有吃到什么日本料理，有啦，有吃到那个鳗鱼饭，然后有去足地市场。这两个应该就是日本比较地道、道地、比较在地、比较当地，你们懂就好的东西。听说博伟很香，对啊，那鳗鱼饭超级是鳗鱼吗？鳗鱼。好像是，我已经忘记我吃什么都忘记了。它超级夸张的，它那个碗，然后它那个满出来的全部都是，那个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在讲什么吗？都是那个鳗鱼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？哎呀，忘记了。天妇罗，我们刚到那个大门的时候，吃的是那个要点餐机，那叫什么按按钮的拉面。可是我就是吃不太下，因为我才刚出来飞机餐。可是我又不敢不吃完，我怕他们受伤哎。我没有觉得不好吃，但是我真的有一点吃不下，所以我还是把它吃掉了。有看过机器人送餐吗？这次没有。第一餐很少，还吃不饱吧？因为我第一天去的时候，我前一天只有睡两个小时，而且我还怕睡过头，也没有真的睡得很熟。所以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就没有吃很多，我一定要睡饱才可以吃很多耶，你们会这样吗？对啊，日本吃相他们还介意，是不是会介意啊？其实我也不太确定。吃天妇罗会加酱吗？好像要加耶。但是其实我没有太感受，因为记忆里面没有太感受那个有加酱跟没加酱的差别。要不要去台中光顾博伟？你是说网咖吗？想送泡面餐给我，谢谢你的扶持哎。你居然真的去改荒一点换一站，你真的很好笑哎。哎，两个小时，真的要荒一点换一站是。你最好下一次也是这个名字。你真有够好笑，而且会一直请你吃爆米花，不要爆米花啦。好啦，一爆米花也是可以，可是甜的不行，我要咸的。一朵玉米，一朵花，爆米花，爆米花到底是什么梗啊？谢谢北原送一封信啊，我们来念吧。今
今天是谈话节目。不准念，那我睡了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那什么东西？谢谢细皮抽的送的行李箱。我睡了，大家晚安。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，总是苦涩的，快不能自已。从冰冷泪滴，下着大雨，要多久才能放弃？喜欢上一个人。谢谢柯君送的金唱片，眼睛有点干。15分钟后会自动关播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我在睡觉，是吗？开始对你的 love 休息。哈娜是一只成熟的猫咪了，该自己直播赚罐罐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听到了没有？哈娜，嘘嘘，哈娜，哈娜，哎，哈娜，哈娜。不是欸，我都站在边边。爸爸爸爸爸爸。哒哒哒哒哒哒。现在都要随便拍都要拍到猫，我要念榜了哦。他偏偏就是 C 位，谢谢。你还没来，我正要睡给你看。换你们表演，我要在这边看，看你们表演。什么啊，荒野蝶幻影战士，你在坑人家。刚刚真人好像是对面那个女孩群下风光，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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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呼呼，可以装得很有精神。Hello， 等一下，下来，整理仪容。Hello， 好久没有开直播了，大家有想我吗？笑死。装营业，哎，
鼻子突然通了，好通哦。维持这个状态在两个小时吗？不行哦。失焦了吗？没有失焦，我的眼神非常集中，非常集中啊。我从日本回来更怪了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没有，更怪吧？有更怪吗？这个人去了日本之后换了一个人哦，换了一个人哦，00分啊，100分。对，我现在回光返照，刚是谁说回光返照，有个幽默。对，见识过大人的世界之后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朋友了，我现在是一位大人了哟。刚那个声音不太雅观。我要顺便教台语吗？打给后，我来教大家讲台语哦。搞，教是搞吗？一定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平平姐姐，哎，嘎，嘎，嘎，台语。我要教大家讲台语，我只能去抢生意，不要跟他抢生意了，我下播了，先不要。来喝一口绿茶。头心，我喝了两口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现在购买什么什么绿茶哦，我觉得我可以去配那个哎，那个超市里的广那个哎广播，我觉得我可以去配超市里的广播，对，卖场的广播。等我，我有一天也配给你们看，我觉得很棒。福利熊，小福利。全联福利中心，社区的便利中心。全联福利中心，家庭才买的美好天，美好天地。我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真心守护你。全联福利中心是在这骗你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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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便宜好货。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这很酷，我就把它整个背下来，但我现在已经忘了。念榜，念榜。钻石贡献榜，我们先从最后一名开始念，念得快一点。第36名是史考特，第35名是杨公公，第34名是 Best， 33名是逸晨，32是恋爱脑 No 约，31是坤坤，30是刘建谷，29是阿波 BO。波，28是西恩，27是汪汪，26是朱里恩，
25是 Steven， 24是超哥，23是品客，22是鸠日红，21是欧比王，20是没有名字的人，19是韩吉，18是爱心跟亮晶晶的那个爱心图案，17是许阿北，16是阿叶，15是性平创真挂号听译，14是伟，我现在要直接忽略那个英文 Direct， 13是北原，12是嘎逼，11是柯基宇，10是金佑，9是娃哈哈，8是菲菲伟伟，7是钟颖，6是咪鲁，5是请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，第4名是豪豪，第3名是俊生，第2名是 Kani， 第1名是吉米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请大家下次再继续光临。生日会有一些照片的，有拍了给你们看的，对啊，真的鼻塞啊，拜拜。哦，明天买票，好，拜拜。